那么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支对经络病的第三个病——痿症。痿症是一个什么病？所有中医疾病考症状，指的是肢体经脉迟缓、软弱无力，不能随意运动，日久之后越不能动，肌肉越萎缩的快，那么就导致呢肌肉萎缩，形成什么这样痿症。概括起来，痿症有两大症状：一则肢体软弱无力，二则不能随意运动。有这两个症状叫痿症，其中肌肉萎缩那不是必备症状啊，它有的有，有的可能到晚期才有。临床中呢，以下肢痿软无力为最为常见，所以叫痿症。痿指的是肢体痿弱不用啊，不用。痹指的是下肢软弱无力，不能呢步履，那么称之为谁啊？痿症。那来看要点一概述，《内经》中对于本病的论述呢较为详尽，阐述了关于痿症的病因、病机、病症和治疗原则。在《素问·痿论》中指出，本病的主要病机是肺热夜焦。肺热也叫啊，还将痿症分为皮、脉、筋、骨、肉五痿，即是呢病情的深浅轻重，以及谁及与五脏的关系。在治疗中，痿症啊，这个在《素问·痿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原则，叫治痿独取谁阳明，直到现在依然被我们拿来所借鉴。其基本理论依据是：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立关节。冲任督带皆络合于阳明啊，阳明故阳明虚则宗脉啊，则宗脉纵，带脉呢不引，故足痿不用有。朱丹溪则提出了著名的泻南补脾的理论，这两个啊，一个治痿读取阳明，一个谁，一个泻南补脾，是在于痿症治疗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渊源，务必要记清楚。朱丹溪提出著名的泻南补脾的治疗原则，认为泻南方则肺经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在具体的辩证方面，又有湿热、湿痰、气虚、淤血之别，对后世影响极大。朱丹溪治痿症，后世影响较大。到了明清以后，对于痿症的辩证论治呢，日趋完善。在《景岳全书痿论》中指出，痿症呢，实际上并非进食瘀黄，认为元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亦不少也，也不少啊，就是因为血虚、精血亏虚的也不少。若盖从火论，则恐真阳衰败，以及呢土虚水褐啊，土衰水褐者有不能堪，故当呢着寒热之深浅，审虚实之缓急，以时治疗，熟得治痿之权，那么就能将痿症呢医保完全。临证指南医案在痿啊，痿这个痿创立谁啊？创立这个指出了本病呢，大多属于肝肾肺胃四经之变。我们直到现在依然认为痿症病位在谁啊？在筋骨啊，在筋骨间。但是呢，和谁啊？在筋脉啊，筋脉。但是和肝肾肺胃有关系。这就是遵循叶天士朱丹叶天士的理论。根据本病的临床表现，现在医学的多发性神经炎、运动性的神经元疾病以及脊髓病变、重症肌无力、周期性麻痹，但凡表现为肢体软弱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者，都可以按照本节来辨证施治。那来看第二个痿症的病因病机。痿症病因在肺，那是因为感受什么毒啊？温毒。感受温毒所致啊，导致肺热、筋伤、筋湿、濡润所致的啊，感受温毒。第二个湿热紧阴，那在谁呢？在脾啊，脾。那么饮食毒物所伤也在谁？在脾。久病防劳伤谁？伤肾啊，伤肾啊，伤肾。而作为他病在筋啊，筋谁主筋呢？肝主筋，所以肝肾肺胃啊，肺胃你就找到了，对吧？脾胃啊，脾胃有关系，饮食湿热对吧？等等有关系啊，以跌仆于足啊，于足都有关系。这种直立经络病啊，都跟外伤有莫大的关系。第二个痿症的基本病机和相互转化，痿症的病位在筋脉肌肉啊，肌肉，但根本在于五脏虚损。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肝主筋，肾主骨，心主血脉，五脏病变皆能治痿。上述各种致病因素损耗五脏精气啊，精气导致精血、津液亏虚，不能呢濡养筋脉啊，筋脉，从而呢，而五脏受损，功能失调，生化发炎又加重了精血、津液的不足。筋脉呢，肌肉因失于濡养而迟缓，不能束骨而立关节，以致肌肉软弱无力啊，无力。枯瘦呢，枯槁啊，枯萎，发为谁啊？发为痿症。一般来说，本病呢大多热症、虚症为多啊，虚实夹杂着亦不少见。A 型体，这个 A 型体要结合谁？朱丹溪的理论叫泻南方补北方，叫泻南补北啊，泻南补北。
北是谁啊？南是谁啊？南是火，泻火就代表什么多啊？热症多。补北，北是谁啊？水，水是谁啊？补北补了，那水大多谁啊？大多阴虚啊，阴虚，所以虚症、热症较多。考试在这考 A 型题啊，问你朱丹溪泻南补北的理论代表伪证什么多什么少？记住，热症多、寒症少、虚症多、实症少，这个考试考 A 型题要注意这个变化。要点三，关于诊断和类症鉴别，伪证的诊断要点，一则出现肢体经脉迟缓不收，上肢、下肢或者上肢一侧或双侧出现微软无力，甚至呢瘫痪。部分病人躺久之后有肌肉萎缩，但是作为伪证，有的病人在初期也会出现肌肉萎缩。第二个，由于肌肉软弱无力，从现代医学角度大家都知道，全身各处都有肌肉的支持。如果说发生在比较严重的肌肉，比如说呼吸肌啊、肌等等这些出现异常，那对于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严重的会危及生命。由于肌肉软弱无力，患者会出现减肺释气、声音低哑、抬头呢无力等症状，甚至会影响呼吸和吞咽。第三个，部分病人发病前往往有感冒、腹泻的病史，这叫感受什么毒啊？温毒，感受温毒啊，温毒，温毒都是自外而感的啊，感冒和腹泻。有的病人有神经毒物的一些接触史或者一些家族遗传史。那来看一下第二个类症鉴别，伪证让和偏枯来鉴别。偏枯也叫谁啊？半身不遂，是谁的症候啊？是中风的症状，并见一侧上下肢体呢废而不用，常伴有言语艰涩、口眼歪斜，对吧？久而久之呢出现肌肉萎缩。虽然他从肌肉萎缩的症状来说跟伪证很像，但咱们前面讲过了啊，在一则伪证没有中风的其他症状，什么言语艰涩、口眼歪斜，对吧？口眼歪斜。第二个，偏枯都是到了后期的肌肉萎缩，而作为伪证，有病人可能在初期就肌肉萎缩了。第二个，伪证和痹症，伪证和痹症的鉴别啊，咱前面在痹症讲过了，对吧？二者首要区别点在于痛与不痛，痛者为痹，不痛的胃，虽然二者都见活动不利。第二点呢，二者活动不利的程度不同。痹症是患者因为关节疼痛活动受限，想他能动但不想动，一动就疼啊。而作为伪症患者呢是无力运动，他想动但动不了啊，动不了，两者呢是不同的。要点四，来看辨论之伪症的辨证要点。第一个，要辨病变的脏腑。伪症初期见发热、咳嗽、咽痛啊，咽痛，或者在热病之后突然出现肢体软弱啊，软弱，那很明显在谁？在肺，属于温毒伤肺，导致肺热经伤啊，经伤。如果凡见四肢微软、食少、便溏，那很明显病在谁？病在脾胃。食少纳带腹胀、便溏，病在脾胃。凡以下肢微软无力明显，甚至伴随腰脊酸软、耳鸣目眩、眩晕啊、遗精阳痿、月经不调，甚至目眩，病在谁啊？肝肾、肺、脾胃、肝肾，这是它的主要病位。第二个，要辨标本虚实。伪证以虚为本，或者是本虚标实，因为感受温热毒邪或湿热紧阴于关节的，那大多是也属于急性病，病程呢发展快，都是什么症？实症。而热邪最于耗伤阴经，那阴经，故而病变早期就会见一些虚实夹杂之症，热盛兼筋伤。但一旦患者病久内伤积存、久病不愈，主要是肝肾什么虚啊？阴虚和脾胃虚弱，因为治胃毒气阳明啊，阳明脾胃病啊，是吧？多属于谁啊？多属于虚症。但又往往兼淤热、湿热、痰浊、淤血而导致虚中有实，跌了损伤或者淤阻血脉，或者是伪证日久积于血瘀，也属于常见症候，也属于虚实夹杂症。第二个，来看伪证的治疗原则。伪证治疗虚症，那就扶正补虚就行了。肝肾亏损的滋补肝肾，脾胃虚热的益气健脾，这是关于两个虚。实证者应该驱邪和络，肺热经伤呢就清热润燥，湿热紧阴呢就清热利湿，瘀阻脉络就活血行瘀，虚实夹杂者那兼攻补兼施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关于伪证总体治疗啊。内经中提出了治胃毒气阳明，考试 A 型题要在这知道啊。内经提出治胃毒气阳明，我们现在怎么解释呢？三大原则叫补脾胃、清胃火、去湿热，来滋养五脏的重要措施就叫治胃毒气阳明。这九个字我记清楚啊，补脾胃、清胃火、去湿热，就是对于内经治胃毒气阳明的一个啊一个补充啊，补充治胃毒气阳明，从补、从清、从去湿热来说，因为湿容易困阻脾胃啊。第三个，伪证的分证论治，第一个证就叫肺热经伤症。肺热经伤属于一个实证，患者起病期源于谁？源于发热、咳嗽、咽痛。
只要一发热咳嗽咽痛就出现肢体萎废不用了，那病位在肺，肺热什么伤啊，筋伤，这就可以了啊，肺热筋伤，大便干燥，皮肤干燥，津液伤啊，筋伤的表现嘛，肺热筋伤症。只要记住啊，只要一发热咳嗽咽痛出现肢体软弱无力了，就叫伪证的肺热筋伤症。治法需要清热润燥，延生津，代表方圈清燥救肺汤加减，清燥救肺汤加减啊，清燥救肺汤，北沙参对吧，西洋参、麦冬、生地、阿胶、胡麻仁对吧，石膏、桑叶、苦杏仁、枇杷叶等这些药物组成啊。清燥救肺，参草八、石膏、焦杏、麦胡麻对吧，这是上学背的方歌，记一下就行了啊。第二个，湿热起因症，患者起病较缓，逐渐出现肢体困重、软弱无力。一见肢体软弱无力了，病叫什么病啊？伪证。一说肢体困重，有谁？有湿。在症状中有谁？有苔黄腻、脉乳硕。除湿之外还有谁啊？热，就叫湿热起因。治法需要清热利湿、通利经脉。代表方需要先加味二妙散加减啊，苍术、黄柏对吧？再加啊，再加牛膝啊，对吧？啊，薏仁啊，对吧？等等这些啊。说是加味二妙，其实都构上四妙，四妙都组成了啊。第三个来看脾胃虚弱，或者起病呢缓慢，肢体软弱无力逐渐加重。那一则肢体软弱无力，告诉你病什么病啊？伪证。一说起病缓慢的，大多什么症啊？虚症。什么虚？纳呆便溏，面色萎黄。什么虚啊？脾虚。脾胃什么虚？神疲，少气懒言，脾胃气虚啊。治法需要补中益气，健脾生清。代表方：参苓白术散，和尚。补中益气汤加减，这是两个补益脾气最好用的方剂啊，连用必然能治疗伪证。参苓白术、扁豆陈、山药、甘蓝、砂仁，对吧？桔梗伤服，兼补肺，调这个燥汤调肺益脾肾啊，参苓白术散。至于补中益气汤，我就不用背了，这每个人都会。补中益气气中陈、生柴、生炒、当归参啊，很好记得啊，两个常用方剂没什么难的。第四个叫肝肾亏损症，患者起病缓慢。症见呢，逐渐肢体软弱无力，以肢体软弱无力为主症，什么症啊？必吃伪证啊。什么症后起病缓慢的，大多什么症啊？虚症。什么虚？腰膝酸软，这很明显什么虚啊？肾虚。然后伴随眩晕、耳鸣的、耳鸣，有谁？有肝的因素啊因素。然后少红少苔，脉象细数，说是肝肾亏损，主要肝肾什么虚啊？肝肾阴虚。治法需要补益肝肾，滋阴清热。代表方：虎潜丸。虎什么虎？很明显。虎骨对吧？虎骨，明德老师现在有没有虎骨啊？很明显没有虎骨了。没有虎骨，我们大多用什么代替啊？用狗骨头代替。这两个功效会不会对等啊？那至少在中医人眼里边是绝对不可能对等的，对吧？那当然在外人眼里，那都是骨头嘛，动物骨头嘛，有什么区别？都是含钙质。就像当年啊，当年我们没有了犀角，用谁啊？用水牛角来代替。犀角对水牛角，水牛角。原来讲课也给大家说过啊，原来一个西学中的一个老师，那时候很早了的，毛主席那个年代啊，西学中医，一个西学中的一个老师跟着一个中医，纯中医学中医，当时止汗用谁？用拂小麦啊，拂小麦。老师教他啊，告诉他，哎，患者汗出不止了，对吧？拂小麦能够谁？能够补气，能够谁？能够止汗。这同学就想了，他老师这中医有的好，确实好用，因为他临床跟着老师，他看治了很多病啊，中医确实很能治病的啊。然后他说，你看老师虽然说中医能治病啊，这玩意儿拂小麦来止汗，这纯属于联想的吧，对吧？联想的。他认为啊，患者这拂小麦不是就是淀粉吗，对吧？淀粉，那谁是淀粉做的？面包、馒头都是淀粉做的。我一直让患者吃拂小麦，还不是会去让他多啃两口馒头呢啊。就这样想，临床也这样做的。结果有一次呢，患者汗出不止之后，哎，他用了各种方法止不住汗，才想起了老师。他老师当然后来已经是国医大师了啊，国医大师张灿甲老师。然后他就去找这个他老师，说老师，这些病人汗出不止，止不住啊，怎么办啊？啊，这个老师说，你把方拿过来。张老师说，你把方拿过来，我看看。一看啊，说你这方里为啥不加拂小麦啊？病人说，大夫说，我都让病人回去啃这个馒头去了。啊，馒头去了，他老师笑了笑啊，说回去吧，把拂小麦加上这方就管事了啊。那不服不行，对吧？一喝上拂小麦，汗立马就止住了。这一样道理啊，所以这西医就认为你这犀角、水牛角，对吧？什么虎骨，这不都是一样的这个组成吗？都吧，都是骨头，这化学成分都一样。但拿来治病，中医治病那绝对就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水牛角跟犀角一样。
我们建国初期的时候被外国封锁啊，封锁。那时候呢，缺医少药，流感这个，比如说流脑来了，扑灭不了啊，缺医少药扑灭不了啊，怎么办啊？周恩来总理就委托北京四大名医啊，史金墨，史金墨就拿谁？就拿血犀角，对吧？清瘟败毒液犀角来治疗这个医脑，那患者很快就扑灭了，把这个瘟疫就给扑灭了啊，扑灭了。你要拿这个水牛角来去扑灭瘟疫，那不就开玩笑吗？对吧？开玩笑啊！当然，你说老师，现在我们都西医都很发达了，用不着中医了啊。那这也不能，这从一个侧面来说的话，中医在治疗各个方面它不差西医啊。你说中医在这个传染病上不流行、不擅长，那中医也照样能把瘟疫给扑灭了呀！啊，扑灭了。只不过现在我们选择西医，因为西医人能掌权，对吧？啊，为生不得大，都是西医的这个出身的，对吧？那这中医就衰退了嘛？但中医去治疗危重症候，它丝毫不差西医啊！西医，那老师说为什么不能治？一则不给中医这个机会，第二则像这些药物，现在你没有了啊！就像这个治疗关节病，那虎骨明显要比狗骨要强，但你没有虎骨怎么办？对吧？有一次我去山东讲课，一个学生说：“老师，那我这个年纪大了，有个60多岁，说老师年纪大了，这个腿脚不好，我泡点药酒，你看看处方行不行？”我一看，不浅了，对吧？虎骨，我说你这帮你取不了药，对吧？虎骨没有了。他老师，我都泡好了。我说你会老虎骨头从哪来的？老师，这世界啊，对吧？有钱就能解决问题，好像这个十几万块钱一斤吧，虎骨啊，虎骨特别贵啊，对。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件中医的事啊，那这个主要跟这动物的灭绝，咱中医可不能背黑锅啊。你老，你看老虎灭绝都是中医吃虎骨的，中医吃犀牛角，啊，跟中医没关系啊。中医用了3000多年，这些动物都没灭绝，那还是跟现在的环境污染以及人和动物抢地盘儿。以前山上老虎多，对吧？人少，现在呢，人比老虎多的。这是关于提到这个中药了啊。你说老是没虎骨，狗骨来替代。那替代，但那很明显功效就错了远了啊！牛膝、熟地、龟板、知母、黄柏等这些药物组成，不清了啊，不清了。加减的话，如果病久，阴损极阳，阴阳两虚，兼有神疲、气寒、怕冷、阳痿早泄、尿频而清，或者妇人月经不调，对吧？脉象沉滞无力，不可过用寒凉，以乏正气。去掉黄柏、知母，加上心灵皮、鹿角霜、紫河车。附子肉桂，或者服用谁啊？服用鹿角胶丸，以及加味4斤碗啊，4斤碗来滋补谁啊？滋补肾阳。那很明显，这个整个胡气丸中，咱从这个肝肾亏损症候中，它以阴虚为主啊，阴虚主。但如果阴阳两虚，那就用鹿角胶丸或者是加味4斤丸。如果热盛者，那就要去掉锁阳干姜了啊，加上谁啊？或者服用六味地黄丸，加上牛骨髓、鹿角胶、枸杞子来滋阴补肾。或者以去水去虚火，如果阳虚胃寒、脉象沉细，加右归丸加减。第5个，脉络瘀阻。脉络瘀阻，它有可能一则跌打损伤，对吧？因为它在病因中跌打损伤；二则呢，也跟久病体虚有关。久病入水入络，脉络瘀阻就会形成血瘀症。但这个血瘀你要记住，它四肢微软之后躺床上不能动，久卧伤水生气。这个症候虽然变血瘀并不难，见到症状中舌质上有瘀斑、瘀点啊，四肢青筋显露，那变瘀很容易。但你得明白，这个脉络瘀阻一定是什么瘀啊？气血血瘀，久卧生气啊，气血瘀。治法需要益气养阴，活血行瘀。治法代表方的话，气虚胜于汤，血瘀补阳黄果汤啊，气血瘀胜于汤和补阳黄果汤加减。常用药之一，补阳还物，赤芍琼、桂枝、通经、左地龙、四阳黄芪为君药，活血化瘀用桃红。背会就行了啊。加减的话，如果症见肌肤假错、行李消瘦、手足微软、尾淤血久留的话，可以用圣医汤送服代黄蛰虫丸，补虚活血，以加强活血之用啊。意图呢，啊，以丸啊涂缓啊涂缓。那来看一下例题解析，治疗痿症肺热经伤选谁？一发热咳嗽咽痛就下肢微软了，那一定选谁？选清燥救肺汤，因为它叫肺热经伤嘛。肺热清肺啊，清肺经伤，那就是呢，就救肺啊，清燥救肺汤加减。内经提出治胃读取阳明者，其含义是什么？那一定是补脾胃、清胃火、去谁？去湿热。答案选择 C 啊 C。陈某，男性75岁，双侧肢体软弱无力，逐渐加重一年，肌肉萎缩，神疲倦怠，少积累，那在便溏，舌淡苔薄白，脉象细弱，其诊断是谁？
那很明显，见肢体软弱无力为主症，病叫什么病啊？痿症啊，痿症，你就给中风扔掉了，对吧？痿症什么症候？见纳在便溏，病在脾，少津懒言，气虚，脾胃气虚，其实也叫谁啊？脾胃虚弱。当然选谁？选 B。选方的话，一定要选参苓白术散，和上补中益气汤。答案选择 B 啊。好，同学们，那么肢体经络病，我们还有第四个病，什么病啊？颤症和腰痛的这两个病，那先来看颤症。什么叫颤症呢？颤症是患者头部或肢体摇动颤抖不能自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患者表现为头摇或者手足微颤，重者可见头部呢震颤，肢体颤动不已，甚至呢伴随肢体呢这个指节呢聚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这个病古代也经常谁叫颤调啊，颤调也叫谁颤，震颤也叫谁叫颤调啊，颤调。拿来看要点一概述。内经对于本病的认识啊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认识啊。在素问治症要大论中就说了，诸风调旋皆属于肝，指出了震调的部位主要跟谁有关？肝有关。在素问脉药经五论中则说了，骨折随之腑也，不能久立啊，久立啊，不能久立，行则震调，骨将悲啊，一旦震调，那这是因为这个骨髓呢将衰败了啊。在素问五常症大论中啊，张子中又有其病摇动啊，其病摇动调旋颠急以及谁以及调振鼓励等等这些描述，颤出了本病以肢体摇动为主要表现，属风向，与肝肾有关系，为后世啊后世对于颤症的认识奠定了丰富的基础。明代娄英这个人也很厉害，对吧？明代啊给这个朱元璋的这个媳妇儿啊满皇后抗病啊，娄英在当地呢，在他们南方当地被称为神仙太公啊，对吧？娄英在医学纲目颤症中就说了，颤者摇也，震者动也，风火相成，动摇之象，彼之呢赤纵，其势为缓啊，缓。所以说赤纵都是急性热病导致的，而作为颤症大多属于内伤杂病，其病呢较缓。还指出风颤者以风入肝脏经络，上气不守正位，故而是头摇面啊，头招面摇，手足呢颤掉也。此症多由风热相合，也有风寒所中的，也有风加湿痰各有，治各有不同。孙一奎在《赤日悬珠震啊颤症门》中又提出了气虚、血虚也会引起颤症，治法为谁？为气虚啊，这个颤症用参竹汤；血虚而症用秘方定心丸。此外还指出，木火上盛，肾阴不充，上下虚上实，实为痰火，虚为肾虚，治法中应该清上补下，直到现在临床中依然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到了清代啊，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颤症》中，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上，结合临床经验对于颤症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以及预后，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啊，认为本病多属于风火痰瘀虚所致啊，风火痰瘀虚所致，并记载相应的治疗方药11首，是本病的理法方药，逐渐日趋充实。根据本病的临床表现，现代医学中的颤症啊、震颤麻痹、肝窦状核病性以及小脑病变的滋味性的一些震颤、特发性的震颤、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但凡具有颤症临床表现的一些椎体外系疾病和某些代性疾病，都可以按照本节来辨证施治。打开要点二，颤症的病因。第一个，年老体虚。你像颤症的帕金森，对吧？什么啊，这个等等，那就知道了，年老体虚，肾精不足啊，肝肾亏损。第二，情志过急，损伤谁？损伤肝脏，肝风内动啊。第三个，饮食不节，伤及脾，痰湿内停。第四个，劳逸失度，气血亏衰亏虚，都会导致谁？颤症的发生。年老体虚，情志过急，饮食不节，劳逸失常。第二个，颤症的基本病情和转化。颤症的病位在筋脉啊，筋脉，这个和痿症不一样，痿症病位在谁啊？在筋脉肌肉，而颤症病位只在筋脉，与肝肾脾等脏关系密切。上述各种原因导致气血阴经亏损，不能濡养筋脉，发为谁啊？发为颤症，这是虚症。那么同时呢，或痰浊或淤血阻塞筋脉，气血运行不畅，筋脉失养，或者是热肾动风扰动筋脉而致肢体聚集的啊，聚集的，这也都属于谁啊？属于颤症病因。大多是实症或者虚实夹杂症。本病的基本病机为肝风内动筋脉失养而形体啊，肝风内动筋脉失养，颤者那就是头摇指颤，头摇指颤这种肢体异常动态我们叫风性主谁主动啊，主动。
肝主身之筋膜，为风木之脏。肝风一旦内动，经脉不能任意自主，随风而动啊，而动。牵动呢，肢体以及头项部，震抖呢，啊，这个颤抖呢，摇动。其中又有肝阳化风、血瘀生风、阴虚风动和淤血生风、痰热动风等等不同病机，咱来看看。本病的病理性质总是以本虚标示，本虚气血阴阳亏虚，其中呢应经精血亏虚为主，标为风火痰瘀，所以它有一共有五种邪气，叫风火痰瘀虚嘛，啊痰瘀虚，标示之间呢密切联系，风火痰瘀可因虚而生，诸邪可以进一步耗伤阴精气虚啊气血，导致虚症呢可进一步加重，而作为实证的风火痰瘀之间也相互联系，甚至呢会相互转化，比如阴虚气虚可以转为阳虚，气滞痰凝也可以瘀而化血化火，甚至日久之后会导致气血不足，脉络瘀阻，出现肢体僵硬，动作呢迟滞无力这些现象。产生的病因素主要四种，风火痰瘀啊痰瘀。要点三，来看一下诊断和类症鉴别。颤症的诊断点，患者出现头部以及肢体的啊这个颤抖摇动啊摇动不能自制，甚至伴随颤动不已，四肢呢强激烈症候。概括性的，你老师考试怎么诊断颤症啊？只要以头摇指颤，头摇指颤为主症，病叫什么病啊？颤症。患者常大多伴随动作笨拙、活动减少、多汗流涎、言语迟缓无力啊，言语缓慢无力啊，缓慢不清啊，缓不清，以及是一及啊烦躁不寐、神情呆滞这些症状。第三个，颤症多发于中老年人，一般呢呈隐匿起病，逐渐加重。不能呢自行缓解，部分病人发病呢也和情志有一定关系，或者继发于一些脑部病变。第二个类症鉴别，颤症和吃综。其实从这个孙一葵的《赤水悬著》中，咱大家知道了颤症和吃综的区别啊。吃综就是抽搐，多见于急性热病和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抽搐多成谁啊？多成持续性，有时会伴短期的间歇，手足屈伸牵引，持综交替，部分病人会伴发热、两上室、神昏这些症状。而颤症啊，颤症它都是慢性疾病过程，以头手足不自主颤抖动摇为主症，手足颤抖的幅度比较小，频率比较快啊，比较快，而没有肢体抽搐牵引和发热神昏这些大动作啊，抽搐都是四肢抽动啊，抽动再结合病人诊断，二者不难鉴别。这两个总的鉴别就在于赤纵都是急性病，就算它进行慢性病也是慢性病急性发作啊，所以赤纵都是急性发作。第二个，它的颤动幅度比较小，比较大啊，比较大，持纵牵引啊，牵引比较大。而作为颤作为这个持纵啊，持纵，一则急性疾病，二则抖动幅度大；而作为颤症，一则慢性疾病，二则呢抖动幅度小，频率快啊，频率快。要点四，来看病人认知。颤症的辨证要点，颤症要首先辨别标本虚实啊，肝肾阴虚、气血不足是发病之本，而风火痰瘀等等病理因素为病之标属实。一般呢震颤较剧，肢体僵硬烦躁不宁，肢体患者见到胸闷体胖欲淤怒而发的多为实症，一旦抖动无力缠绵难愈，腰膝酸软啊，虽然体瘦眩晕，越烦劳而加重的多为虚症，但病久之后常出现标本虚实呢夹杂，临终呢需要仔细观测以辨别呢主次偏重，因为这个病多见老年人，老年人本来就虚多啊虚多，所以这种情况容易形成虚实夹杂症。第二个，颤症总的诊断原则。本病呢初期本虚之象并不明显，常见风火相缠、痰热壅阻之标识症的时候，那就只当清热化痰、息风止痉就行了啊，息风平肝息风就行了。但如果病症较长，年老体弱，以肝肾亏损、气血不足等本虚之象逐渐突出的情况下，那应当滋补肝肾，益气养血，调补阴阳，建议谁啊息风通络。由于本病呢多发于老年人，故在本虚的基础上导致谁啊标识，因此在治疗中更应该注意补益脾肾啊，补益肝肾，就算在初期以标识症为主，也不要忘了补益肝肾，治病求谁求本。接下来咱就看第三点，颤症的分症论治。第一个症叫风阳内动症，风阳内动，风内动就是谁啊，就是肝阳化谁啊化风，肝阳化风怎么表现，患者见到肢体颤动为主症，并为谁啊颤症啊，颤症，然后症状见到眩晕、耳鸣、面赤、口苦、脉象悬硕，对吧？悬硕，肝火症状，那就是肝阳，再加上颤动，就叫肝阳化血化风，也叫风阳内动。治法需要真肝息风、舒筋止颤，选方天麻钩藤饮和上真肝息风啊。天麻钩藤饮、真肝息风呢，这两方剂咱在前面讲中风和头痛眩晕中都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第二个叫痰热风痛症。你哪儿风？记住，作为颤症，你不用找风，它每个症候都有风，因为它只要有头要指颤这个症状，就是也就是风，你只用找痰热就行了。痰热什么症状？患者见到口吐痰涎，有痰，口苦，有些热，苔黄腻，脉滑硕，痰热，痰热风痛症。治法需要清热化痰，平肝息风，代表方导痰汤和上菱角钩疼汤加剂。第三个，气血亏虚症，患者头要指颤为主症，病为啥？病为颤症，面色黄白的黄白，舌质淡等等，都提什么？需要血虚。而见神秘乏力气短，什么需要气虚？气血亏虚症。治法需要益气养血，濡养筋脉，代表方人参养荣汤加减啊，加减。第四个叫髓海不足症啊，髓海不足症，髓海不足，谁为髓海？脑为髓海，谁主骨生髓？肾主骨生髓，所以髓海不足这个症候在前面痴呆中讲过，都是什么需要肾虚。患者头摇指颤为主症，病为什么病啊？颤症，再伴随腰膝酸软，什么需要肾虚啊？肾虚，见到舌红浆少苔，脉象细数，肾什么需要肾阴虚。的治法应该填精补髓，育阴息风，代表方龟鹿儿仙膏和上大定风独加剂。第五个叫阳气虚衰症啊，阳气虚衰，阳气衰患者见头摇指颤为主症，病为什么病啊？颤症，伴随胃寒直冷，什么需要阳虚？气短自汗，气虚，气虚加寒象，不就阳虚吗？阳气虚衰，什么阳气衰？患者症状上见到小便清长，都是肾啊肾，而见大便溏，其实有脾啊，阳气虚。治法需要补肾助阳，温煦筋脉，代表方地黄引子加煎。在方剂上，地黄引子主什么症？主阴肺症啊，舌腔不得言，左肺不能用，是一个阴阳两虚的一个方剂啊，地黄引子。啊，来看考题，下列各项不属于颤症临床特征的谁？患者头部及肢体颤动，颤抖不能自止啊，对不对啊？对，头摇指颤，动作迟缓，动作这个笨拙，活动减少，是的，隐匿疾病逐渐加重，多发于中老年人，都对，三。不会见谁啊？四肢微软，四肢微软的那谁呢？是伪证，不是颤证啊，颤证。第二个啊，李某女性78岁，头摇不止，指麻震颤，头晕目眩，脘闷纳呆，口苦口黏，舌体胖大，有谁啊？有齿痕，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硕。治疗本病首选的方剂谁？头摇指颤为主症，病为什么病啊？颤证，然后伴随症状中苔黄腻，脉滑硕啊，滑硕，痰热动谁？动风，痰热动风，那一定要选导痰汤。和上谁？和上菱角钩疼汤啊，导痰汤和上菱角钩疼汤啊，了解。好，那么同学们，肢体经络病还剩最后一个病，什么病啊？腰痛。腰痛呢，并不陌生，每个人都经历过，对吧？啊，经历过腰痛，也叫腰棘痛，是指因为外感内伤或者跌步闪错，导致腰部气血运用不畅，腰腹失养，从而引起腰棘或者棘旁啊，棘旁出现疼痛为主症的病症，称之为腰痛。要听概述，腰痛一症在古代文献中早有论述啊，在《素问·脉药经物论》中就说了，腰者肾之府，动摇不能，肾将不也。一旦出现腰痛，都是肾虚的缘故。首先提出了肾与腰部疾病的密切关系。在《素问·次腰痛论》中，则根据经络循行阐述了足三阴、足三阳以及七经八脉为病所出现的腰痛病症，并介绍了相应的针灸治疗。在筋骨要裂、五脏风寒急剧病脉症之中啊，症中就言啊，就言肾柱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以下冷痛啊，有痛，腰重如带谁五千钱。这五千钱不是现在的五千人民币，你现在腰里边装五千人民币，他不会觉得身体重，重的走不动路。这个五千钱是以前的铜钱，你要带五千铜钱，你就别想走了啊，先腰重痛。那么这个如腰中冷，再伴随腰中痛，这就代表什么腰痛啊？寒湿腰痛的特征，寒湿腰痛的特征。选方选谁？干姜苓术汤。论述了寒湿腰痛的发病症状以及治法选方，到现在我们寒湿腰痛依然选谁啊？干姜苓术汤加减。那接下来看注病原候论，草原方的注病原候论在腰背痛注后中认为，腰痛是由于肾经呢虚冷啊，虚冷成之啊，成之。那或者劳损于肾，动摇呢，冻伤呢，经络啊，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呢积薄，故腰痛也。在发病方面，强调肾虚、风寒流浊、劳逸伤肾，以及呢啊伤坠呢伤腰，还有谁？还有侵卧湿地等等因素。在丹溪心法腰痛中，就为腰痛主湿热、肾虚、淤血、挫伤啊、挫闪以及这一级积痰痰积。对于我们后世认识腰痛的病机啊，指导比较大啊。
在气从言及腰痛中则指出，然腰痛有虚之分，所谓虚者是两肾之间啊之间精神气血虚也。凡言虚者皆两肾自病耳，因为肾病它大多是自己精血不足啊，自己不足所导致的啊。所谓实者非肾家自是，因为肾病没有实症啊，是因为两腰经络血脉之间啊，经络之间为风寒湿所起。闪错气之所爱，腰内空隙之中为谁？为湿痰淤血凝滞，不通则为痛。当依据呢脉证啊，脉证辨析而分治之。对于腰痛常见的病因和虚实呢，做了概述。在《张氏医通杂病原料析主》总结历代医家对于腰痛的论治中，概述为啊，归纳为风腰痛、寒腰痛、肾腰痛、气滞腰痛、淤血腰痛，使腰痛的辨证论治更为呢系统。对腰痛治疗，清代李用资在《政治会补腰痛》中指出，为以谁啊？治为补肾为先，然后呢，随邪之所见者以施之啊，治之。急则治标，本急者则谁啊？则治本。初痛啊，初痛，刚开始腰痛，治以呢疏邪滞、理精髓；久痛者，那应该补真元、养血气。这种分清标本虚实啊，虚实治疗的原则啊，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啊。那么腰痛对应西医的什么病呢？现代医学中的腰肌纤维炎、强直性脊柱炎、腰椎骨质增生、椎间盘疾病以及腰肌劳损等等腰部病变，还有某些内脏疾病啊，但凡以腰痛为主要症状的，都可以参考本简来辨识之。其他的如外科呀，对吧，以及妇科引起的腰痛呢，不属于本节辨证实施范畴。你比如说痛经，它有引起腰痛，那不算啊，算。要点二，病因病机。腰痛呢，分为外感、内伤和跌扑挫伤这三种啊，三种。外感者都是感受寒热、湿热，对吧？内伤者啊，都是因为都是肾经不足的，分肾阴虚、肾阳虚，再加跌扑闪挫的淤血症候，就是所有腰痛症候啊。病机为脉络闭阻、腰腹失养，内伤多则之禀赋不足、肾亏呢腰腹失养，外感者为风寒湿、助邪呢闭阻经络，或劳力扭伤气滞血瘀、经络不通而致腰痛。概括下三种因素啊，一则外伤侵袭，二则体虚年衰，三则呢跌扑闪挫。啊，你看第二个腰痛的基本病机和转化，腰为肾之府啊，肾之府，骨为髓之府啊，脉为血之府，这都是内经的理论啊，理论。腰为肾之府，是由肾之精气所盖啊，所盖。肾与膀胱相表里，足太阳经过之。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那包括任督、冲带、诸脉呢，都不宜腰间。所以腰痛的病变和肾脏以及各种经脉关系密切。外感腰痛的主要发病机理是由外邪阻逼呢经脉，气血运行不畅，寒为阴邪，其行收引呢，收引凝闭啊，凝闭。侵袭呢肌肉经络，淤恶呢胃阳啊，壅滞于营阴啊，导致呢这个腰腹间气血不畅，不通则谁则痛啊，则痛。而第二个湿邪侵袭，其性重浊粘滞，流追筋骨肌肉，闭塞积血啊，气血使腰腹精气不运，不通则痛啊，则痛。热邪常与湿合，或者湿运生热啊，生热运于腰间，其造成经络不畅而发生腰痛。所以说它外感主要是三种，风寒湿的寒湿啊，寒湿热等等啊，风寒湿热这些邪气。在内伤腰痛啊，多属于谁？多属于肾经气血亏虚、腰腹失养、温煦所致的啊。精血亏虚则肾气不充，偏阴虚者腰腹不得濡养，偏阳虚者腰腹不得温煦啊，温煦，故而发生腰痛。内伤不外乎肾虚啊，肾虚，而风寒湿热诸邪呢，常因肾虚而成之。这就像我们前面讲痹症一样道理，痹症是外感风寒湿热邪气，但跟正气不足有没有关系？有的。那腰痛也是一样道理啊，腰痛有外感风寒湿热邪气，但是风寒湿热邪气恐平时空气弥漫的到处都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腰痛啊？不是，这种外邪侵袭的都遵循什么原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必须，所以说内外两阴相互影响，闭阻经脉啊，经脉发生腰痛。诸如在《注病》啊，《注病原六析主》《腰奇病原六》中就说了啊，腰痛者精气虚而邪克病也啊，这个名。经脉呢，以通为常，跌扑闪挫啊，导致呢腰部的气血运行受阻啊，受阻，以致呢气滞血瘀啊，气血瘀，壅塞呢经络，凝滞血脉，不通则痛。程如在《经约前书杂病》啊篇中，腰痛中就说了啊，跌扑啊，跌扑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血脉凝滞骨也。要点三，来看诊断论鉴别。腰痛分为急性腰痛和慢性腰痛。
脊椎动并呈焦短，轻微活动就可以引起一侧或两侧疼痛加重，脊柱两旁有明显的按压痛。而慢性腰痛病程较长，缠绵的腰痛多为隐痛和酸痛，常由体位不当、劳累过度或者天气变化所诱发。第三个，这个病多跟久居潮湿阴冷、涉水冒雨、跌不闪错和劳损都有关系。第久居湿阴，这个潮湿阴冷，这都是呀，都是寒湿。我们那一届这个大学啊，大学是扩招前的最后一届。啊，所以说我们这后一届的师兄弟啊，都是扩招后的学生，或者学生，扩招国家的本意很好啊，好学生想逾越龙门太难了啊，太难了，扩招吧。扩招之后，事实上当时国家没有做好各种准备，那时候新校，你看现在大学对吧，无论什么专业的都在拼命建新校区，为什么？那时候因为赶上扩招潮啊。我们那时候呢，这个新校区还没影呢啊，没提新校区的事，结果一扩招。好了，宿舍楼不够住了，怎么办呢？赶紧撵人吧。我们那时候才是大三，大三刚毕业，按理说大三、大四，这大四都应该在学校上，大五才去临床实习的，对吧？但不行，大四就把我们赶走了，对吧？赶走了啊，赶到这个附院去了。赶到附院去了，附院也没有地儿住啊。附院的这个临时又开始盖山盖楼，盖了两层小平楼。两层小平楼之后，我们住进去的时候，那墙上哗哗哗哗都在掉水。啊，都在这个渗这个渗水啊，渗水，住了一个多月，这男生都开始出现谁？出现这种腰痛啊，对吧？腰酸啊这些症状，这所以这病啊跟潮湿阴冷有很大关系。第二类症鉴别，腰痛让和背痛、考痛以及胯痛来鉴别。腰痛指的是腰背以及是以及两侧部位的疼痛，而背痛是指背臀以上的部位疼痛，背痛。而考痛指的是谁？指的是考底部位的疼痛。考就是呀，就是尾骨对吧？尾骨考底部位的疼痛啊，而胯痛是考尾以下那一下以及两侧胯部啊，胯部疼痛，同样部位不同，应该予以鉴别。所以这几个痛啊，纯属于病位的不同。第二个，腰痛然后肾痹来鉴别，腰痛是以腰部疼痛为主，而肾痹带痹都带着疼，疼活动不利啊。肾痹指的是腰背强直弯曲，不能屈伸，行动困难而言，多由骨痹日久发育而成。要点四，辨证论治。腰痛的辨证要点要分外感、内伤和跌不闪错三类啊，三类。外感者多以起病及腰痛明显，常伴外感的症候；内伤者多有起病隐匿、腰部酸痛并缠绵，多伴有脏腑的一些症状，多见于肾虚；而跌不闪错者，起病呢急，疼痛部位固定，淤血症状明显，有外伤史一主参考。第二个，腰痛治原则。腰痛治疗应当分清呢标本虚实，感受外邪者属实，适当呢取些通络。根据寒湿湿的不同呢，分别予以温散或者清理。外伤腰痛者属实啊，属实。那么适当呢，活血祛瘀或者是呀，或者通络止痛啊，止痛。内伤者多属虚，适当滋补肾阴肾阳啊，肾阳兼顾呢肝脾的行了。若虚实夹杂，那就分清主次轻重，标本兼治。在杂病源流析中指出，肾虚其本也，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错其标也，或从标，或从本。啊，或者们贵无湿则而异矣啊，你那就看谁急就行了啊，本急就治本，标急就治标。那来看第三个，腰痛的具体分状论治。第一个，寒湿腰痛，腰部冷痛主要，以腰部疼痛为主症，并为谁腰痛，冷痛是寒，重浊而湿，苔白腻是寒湿，这就完事了，寒湿腰痛已经一天加重，代表谁湿。治法需要散寒行湿，无痛经络，代表方干姜灵竹汤，干甘草对吧，姜干姜啊，苓茯苓，猪白术，干姜苓茯汤。那来看第二个症候，湿热腰痛，腰部疼痛告诉你病是什么病，腰痛重浊是湿，而热是热，湿地困重是湿，小便短是热，苔黄腻湿热，脉主湿热，故而什么腰痛啊，湿腰痛。治法需要清热利湿，疏经止痛，代表方四苗丸加减对吧，苍术、黄柏对吧，薏仁、牛膝对吧，再加上啊这个加减嘛，木瓜啊、洛氏藤，就构成了四苗丸。第三个，淤血腰痛，腰痛如谁如刺，刺痛代表谁啊，淤血啊，淤血，再加上有外伤使舌紫暗，有瘀斑瘀点等等，明显淤血腰痛。治法需要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代表方参痛逐瘀汤。参痛逐瘀汤依然是在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上加上谁啊，加上一些啊香附啊对吧，啊地龙啊对吧等等，这些通经活络药物组成了这个参痛逐瘀汤啊，逐瘀汤。那来看第四个，肾虚腰痛。肾虚腰痛，第一个肾什么虚啊？肾阴虚，肾区分肾阴虚、肾阳虚嘛。
腰部隐隐作痛，告诉你虚症，什么虚？什么面色潮红，手足心热，烧红少苔，脉象细说，有红热说了，什么虚啊？阴虚。治法需要滋补肾阴，濡养经脉，代表方选什么丸啊？选左归丸加减啊。阴选左归，阳虚必选谁啊？右归。左归丸在前面多次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啊。那么治法中啊，这个加减中，如果肾阴不足，兼有相火偏亢，那可以用知柏地黄丸啊，地黄丸，或者是大白鹰丸来加减化痰。虚劳腰痛，日久不愈，阴阳俱虚，阴虚内热的，可以用谁啊？杜仲丸啊，杜仲丸。第二个肾阳虚，腰部隐隐作痛，告诉你虚，什么虚？见到啊，症状中喜温喜暗啊，喜暗，胃寒直冷啊，直冷，肾什么虚啊？肾阳虚。治法需要温肾壮阳，温煦经脉，那么选方一定选什么呀？右归丸，啊，右归丸。加减中，如果肾虚腰痛，没有阴阳偏盛的啊，偏盛的可以用什么丸啊？清热丸。记住，肾阴虚左归丸，肾阳虚右归丸。肾虚腰痛没有阴阳偏盛，清热丸。这三个肾虚腰痛记清楚啊，来补肾治腰痛。如果防劳过多了导致肾虚腰痛者，可以用血热有情之品来调理，比如说谁啊？比如说合彻大枣丸以及补髓丹等等啊，等等。那咱来看一下考题。腰痛发病的关键在谁？一定在谁？在于肾虚啊，答案选 C 啊 ，C 肾虚，正气不足时发病的内因啊，内因起决定作用。只要遇腰痛，首选谁？那一定选参痛煮鱼汤。答案选谁？选 A 啊，经络人血瘀，参痛煮鱼汤主治。只要肾腰痛没有阴阳偏盛的，首选方剂谁？没有阴阳偏盛，那就选清热丸。答案选谁？选择 B 啊 B。下列各项不符寒湿腰痛特征谁？冷痛重浊，冷痛是寒，重浊是对，腰部转侧不利，静卧腰痛加重，寒冷阴天加重，脉象沉而迟缓啊，迟缓哪个不对啊？那很明显 C 不对啊 ，C 不对啊，静卧腰痛啊，腰痛减轻啊，那大家看对吧？在寒湿腰痛，静卧疼痛谁啊？疼痛不减啊，不减。所以说这题考的谁啊？考的相对啊，相对比较坑啊。而做湿腰痛活动后可以减轻啊，减轻这两个看清楚啊，清楚这个是出题比较偏的一点啊。而做咱们这个啊，这个主治医师考试的，他就很喜欢拿这些字眼扣题啊，可是静卧疼痛谁啊？疼痛不减啊，不减。而做湿腰痛活动后减轻，这两个看清楚，考考试中要会灵活选择啊，选择。好，那么各位同学，作为直对君王病我们就讲完了，稍后呢我们还有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临床常见急症，我们到时候再和大家一块学习。谢谢各位的仔细聆听，我们下节课程再见。